他们不喝这个吗？确实有些医生喜欢在连续多台手术之后喝一点可乐，可以快速的补充糖分，是吧？话说我能竞选成功也有一部分是你的功劳，而且你平时一直在帮助林老师，虽然感谢的话一直在说，但是今天还是想跟你说一声谢谢你啊，顾医生。你这人吧特别没意思，老在那儿端着。哎，咱俩接触这么久了，现在能算是朋友了吧？老叫你顾医生多生疏啊，要不然换一个称呼叫你。叫什么？医生小哥哥。这个称呼有点轻浮，不太好，换一个叫老顾，这跟你气质非常的符合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什么鬼名字呀？不喜欢啊。林之校，林老师可是要回来化疗的，你得罪了他的主治大夫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不合适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开个玩笑嘛，那以后还是叫你顾医生了，顾医生。嗯。